换主最亲密的伙伴，以修之和最认的侯法，千军一把最傻的前半四侯，罗广最深的呼吸起吞山河，最深的缘分不解之缘，最神秘的行动神出鬼没，最神奇的魔术百世蜃楼，最测试的厨师跨境通缉，最受秘密的人手口如平，最受关注的难产老放生猪，最突然的变化一反常态，最徒劳的工程经费填海，最危险的开始与骨谋皮，最危险的游戏铤而走险，最危险的游戏玩火自焚，最无用的做法捕风捉影，最无所为的人一事无成，最及时的人扔分左脚，最稀罕的东西凤毛麟角，最喜欢说别人好话，逢人说像，最狭隘的见解一孔之见，最先进的做饭如米之炊，最显得舌头千钧一发，最险恶的乙方龙潭虎穴，最香的饭菜回味无穷，最小的油孔难以置信，最小的真无孔不入，最新的时装表演木头耳管，最悬殊的地方天渊之别，最遥远的地方天涯海角，最易上火的人七窍生烟，最勇敢的人万死不辞，最勇敢的行为堂弟丧居，最有营养的化石言而肥，最有本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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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有一个国立后国小啦，第二儿童节举办运动大会啊，欢迎回本一起欢迎回本啊。当年几十同学小朋友们会主动做导览活动，在天路上见到了三六八的场合那边做导览活动。男女是分开的，是分开的后场地那边会做导览活动。有人国一或国小了，毕业纪念照了，要放在这边了，很有智慧啊！已经做到从日治时期，民国光、台湾光复、民国上市，